萨摩尼基哈提切藏提切杰蒙出差西去宫中，亚婆巴西他安静，不皮西米的树提摇乱。你那是蒙对先知那单说我看呐，我出差上帕木的宫中，上帝提着规范才满这里。三那单对蒙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亚婆巴与你同差。四当亚亚伯伯的法连到那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亚伯伯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天业给我基础？你六只求我两日下殿引出埃及之多金银，我不成出靠天业，从差披幕婆做幕中行走。七同我啊，凡同我以色列人所照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热街自派的使事，小使我本父母让我免以色列的说，你们为何不接我建造上帕木的天日呢？八先差你又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本君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。叫你不再跟随羊群，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，叫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差，伸出你的一只手铁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十我必俾你，俾我们以色列神赐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出去去的地方不再迁移。凶恶之子也不想从前又开他们。十二，并不想我们时时处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，我必使你安静，不必一切朝天扰乱，并且我也不把忍气你，必俾你建立家室。十二，你受苏万族，而你列祖同衰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受你的命。我也必跟天他的国，十三我必比他必比我命建造天日，我必坚固他的国比直到永远。十四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翻了吹，我必永远的创洁打他，永远的变洁罚他。十五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受悲切的所罗一样。十六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建天，直到永远。十七，拿单朝借安借以切花州啊，借斯麦斯告诉大卫。十八，于是大卫往进去坐差，亚伯伯面前说：主亚伯伯，我喺水，我的家乡算什么？你见识我多谢地铺呢？叫住亚伯伯，你这差你人中，凡看微笑，要献献献你仆人的家室，以救人。住亚伯伯，这其实人所藏你的事么？你是住亚伯伯，我凡要何人，可以对你说呢？因为你知道我啊，你的仆人，你日你行这大事是仆人之道，这是你是因你所引起的花，就是照你的心意。二主耶和华，你本伟大，照我们人啊，你从天间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，再无上帝。二十三，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？以色列呢？你从埃及救赎他们，作自己的子民，要在你所出来的民面前行大可畏的事，祈求列邦人和他们的神伸出你的大名。你是你曾建立你的民以色列作你的子民，直到永远。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上帝。你耶和华上帝啊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听，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。二六，因人永远尊你的名伟大，说本君之耶和华是赐你以色列上帝，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。二七，本君之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啊，因你启示你仆人，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亚当向你如此祈祷。
你把主耶和华，比如你喺上帝，你哋把喺真实地，你也只呢将这仆施施给仆人，你救先差求你施仆与仆人的家，可以存在你的面前。主耶和华，这是你所应许的，让你永远施仆与仆人的家。